更庞大。吞魂，吞魂！多少年了，我终于盼到了一个新的同伴啊！我们是吞魂，那他们是什么？那两个触角的生物叫游魂，是我们的猎物。怎么才能离开这里？离开？为什么要离开？这里无法离开。撞碎这个裂缝不就能出去了吗？哎，嗨，你在里面撞是没用的，这个裂缝只能从外面开启。外面的修士们为了宝物自相残杀，大打出手。讲重点。得等，大概要四万年啊，不对，四万两千。你刚说外面的修士们为了夺宝，会导致空间坍塌，裂缝增多。啊？哼，神识算吗？速来西北角位置，这里出现了一个无主的神识。哎，老弟，你吞点吧。只出不进会死的，你这要三百年，裂缝外面不过才过了短短三年啊！我知道你想出去，但也不能是这么个法子呀。虽说散出去的神识可以归体，但你本体和神识不在一个空间，是收不回来的。保存天降。命令是我的。啊！嘿，这儿还有一丝神识。师弟，你这么做恐怕不妥啊。导游，你这是何意？你不放手，又是何意？师弟，这丝神识是这位道友先看到的，不可再强。哼，还是你师兄明事理，你若再不放手，休怪我无情。这不是刚有机会动手吗？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储物袋里的宝贝就当作是你的学费吧。哼，这太诡异了。怎么？我是说这神识多的不正常。宝物多还不好吗？不过按照道理来说，上级修真国早该派人来探查了，现在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去其他地方看看。
好了，游戏暂时结束了。我早猜到你是打算以域外战场的通道来逃走，所以这个想法你放弃吧。可笑至极，老夫居然会害怕一个筑基期的修士。身被吃完后，太爷爷会抽出他的魂魄，让他忍受世间苦刑而死。血海深仇又如何？情深义重又如何？还不是抵不过弱肉强食，一大欺小。你这老家伙，这等事我们见过多少，还在这里空发些少年感叹。这可是数万年来第一次有人以筑基之身挑战元婴老祖。旗帜可嘉，其情可悯，我辈汗颜呐。世子情深，该当如是。爹娘，孩儿错了。恒月派真武腾立王家族，难道弱小即原罪？修仙，原来这就是修仙。好，好！力气，这是力气。爹。娘，铁柱不行，若有来生，希望我护在是你们的儿子，因为我不配。进入域外战场的通道关闭，我赵国所有门派无一人进入。师姐，你来这儿，袖子我已经卸了半只。不用，你抓紧时间，幸亏我们动作快，刚进入战场就抢到一具盔甲。哎，当初可是听说吸上一口域外战场的空气就能灵气大涨，打破了头才进来的，没想到来了竟然是划了盔甲。你也不要小看这具盔甲，你看到他额头上巨魔族的标志了吗？拿了这具盔甲怎么也能增长几年灵力。啊，那是什么？跟上去。嗯，是空间裂缝。老祖曾经说过，域外战场开启的500年期间，有时战况过于激烈，域外空间承受不住，会产生裂缝。修士一旦被这空间裂缝吞噬，就会成为无主游魂，再也无法返回现实世界。哦，好险好险，幸好没追进去。
该死的空间裂缝，竟然吞了老子一个宝贝！宝贝在哪儿？他飞向那边，被空间裂缝吞了。这是巨魔族。传闻巨魔族的人只有达到了婴变期，才可以随意变化身体。眼前这个中年人竟然有着常人的身形，显然正是巨魔族中婴变期的强者。可惜啊。王林，我用最后一丝魂力打开域外战场通道，保你最后一丝神识，我因此不得不彻底陷入沉睡。从此以后，你命运如何，就全看你自己了。